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陈浩。那今天这一场比赛我们又带来是莫托斯，不是有我们带来是莫托斯打野的一个实战解说。其实我原本是想要走凯撒路啦，然后呢但是不小心队友呢不小心好像没有选到打野吧，还是怎样，我也忘了，反正我最后就选了莫托斯打野。那当然是傻眼中的傻眼，不过还好，我之前是有打过了。那打起来是这个提米吃到我的红 buff 的一点经验。那这一次莫托斯呢，我出装是一个三烧流，相信大家应该记得，我之前在出一个艾崔斯的时候也是三烧流嘛，就是搭配他们的被动，那是直接烧好烧满了，比冰块烫伤还要再更痛啊，是直接三烧啊，直接吞了烧烧果实啊。那因为那时候在底下就有网友说，莫托斯，你这样是不是也是三烧？所以莫托斯也是三烧啊。那我就出了一个，想说来，好吧，我们就来走一个莫托斯三烧流，烧到对方的是哀鸿遍野。你说怎么样？这边吸一下经验，来到四等，准备来做一波血腥的屠杀。我们的提米宝贝被抓了，兄弟，我直接靠怪二技能直接粘过来，加上一技能加速粘住这个井啊，粘好粘满，最后一个寒冰之彩搭配我们来的法师直接收头。想要滚吗？不可能，impossible， 好不好 ？impossible， 好不好？我是故意的，不要故意的，不要认真磨人，以为我好像英文很烂，在那边秀。那这当然呢，吃掉对方的打野之后，我们可以想当然的，很正常的来吃一下这个魔龙哦。那这场比赛其实我遇到蛮多困难，第一点困难就是我的网路啊，真的是超爆病的、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、我是用远传，然后但是。就是之前玩都还好，但是突然就是会爆屏，就看一下那个网络还是 4G Plus 哦，然后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会一直呈现一个变成红色这样，然后这几天打排位真的是一到晚上就变这样，真的是超级不顺啊。可是我看到网络明明就是 4G 啊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让我的网络运行哦。而且我之前也是，就是待在那个位置打，那收讯之前也不会太差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就这样，而且已经有两三天这样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网友有什么这个想法，或是你有遇过类似的状况？因为我问我其他朋友在打的人，他们都说没爆屏，但是就你看像现在这样，所以我玩这莫托斯真的打野真的是还好啊，不用说到很有操作技巧，不然的话你看这屏子，而且是我的这个技能真的是超级延迟的，延迟到一个爆炸。你看我往下滑，我想说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化形下面打一击呀？那结果一看呢，就是对啊，明明就是4G Plus， 但是却还是呈现一个爆屏的一个状态。这边的话想弄我、这个井呢还不走，交了一个闪现。OK， 我们这边直接碾死对方的 Timmy， 他连技能都还来不及交啊，我这边直接追上来，直接火烧纳克罗斯。那我们的提米呢是疯狂的剪头，剪好剪满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直接就来攻击这一座防御塔，把它给收掉。那可以看一下我出装哦，我出完烧烧流之后，我结果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带了一个什么？我带了一个全能武器哦，因为打的是蛮顺风的、所以莫托斯呢再加上他的这个技能开起来，再加上全能武器的被动，其实打人是真的很痛的。然后再加上这个直接粘好粘满的烧烧流，当然你带冰袍或是这个冬日战服，我觉得都可以。那我之前也有带过一个东西叫做冰霜法杖，那其实有网友在有截图，就是有到我的 Facebook 来私讯我，然后截了一个纳克罗斯的照片，就在这里，你的遗照直接好不好？一个 bang， 全部开心收头。很痛嘛，这个卢米亚纳塔呀，很痛嘛。好啦，反正就是有人跟我说，陈浩，你 可不要再乱教。你看，有莫托斯带冰杖，我看你的影片，好像你是不是这样教？我只能说哈，我们这些做实况的、就是做这个影片的、其实就是给个方向而已嘛。那如果我今天跟你说有一个方法可以去偷银行抢银行，你真的会去试吗？对你当然也要一个辨别能力，知道说这种东西是可以试出来，然后是到底是能不能拿去打排位。虽然说有些装备真的可以拿来打排位，可能有些人真的误会，但是在你还没有练好之前，这一个狐狸直接烧死他，这就是三烧流的厉害啊！
我现在只有 2.5 烧而已，因为我现在只有很那个岩芯而已啊，还没有到岩魔战甲。那岩魔战甲跟这个我们的打 F 呢，在于气液怪的时候可以有一个 double 的一个效果哦，还没出到岩芯，不好意思，所以刚刚那只是双烧而已。那你看这边又来一个爆品啊，这个品质真的是哎，直接一个大招 ，bang bang 收头啊！那我看到有一个景呢，可爱的景呢是躲在那个他们的这个上塔旁边哦。那这边看到对方的 Timmy 也来到此地啊。我们做一个蹲点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哦呀，他的这个大玉螺旋还好没打在我身上啊。哦，我这边稍微看过来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这狐狸好凶哟，九尾妖狐啊。这个九尾妖狐可能需要来教训一下。我就等你，我蹲好，他已经缴了位剑，直接贴上来大招缴过来。OK， 这边成功收掉之客，我们提米还有大招，不用怕，精灵杀死干掉波带。这个景，看你还往哪边走，走哪里去？直接寒冰之彩粘好粘满，搭配我们提米呢，是直接收掉对方的景的人头。那不知道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觉得说，陈浩是不是换这个麦克风？对，因为我这一次外出的时候忘记带我的麦克风了。所以呢，导致我现在只能拿耳机的这个麦克风来录音哦。那其实耳机的麦克风没有防风的，就是有些可能会听到有点风声这样，就是嘴巴的那个气音啊。你讲话的时候可能有些字啊，比如说 p 这个音，气音就特别大啦。所以就请大家多多见谅，我也不是故意，但是我还是很想要发影片给大家看。好，这边话，哦，这个吕布直接开启无敌战神了，无敌战神是吧？我有多无敌？哎，好无敌啊！先拉掉。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看一下啊，我直接下一把要掏出我们的全能武器了。好，我这边稍微蹲一下，看一下，有一个可爱的狐狸，怎么死的？他都很清楚。好，算了，我们就转战吃这个古龙。假装以为要杀对方人头，但是直接吃骨龙。那可以看好这里又爆品啊！所以我现在走路真的是相当的延迟哦。但因为还好摩托车很坦，所以容错率比较高。你就算失误的话，你只要这个不要太薄，你是还是有机会活下来。然后在这个纳克罗斯，好，他成功逃掉哦，必须赶快守住这一座防御塔。那这边还有看到狐狸，又看到一个纳克罗斯 ，OK， 直接大招，你去哪？招哪里去？来，粘，好不好？粘，我直接啊，提米上，提米宝贝，好，算了。那边看到对方的蓝 buff，OK， 对方九尾妖狐一直很想要防守，我直接一个制裁带掉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品质是高居不下。如果我薪水又这么的高居不下，那就好啦。那我真的是想要来偷一下他们的红 buff， 因为我已经料想到纳克罗斯一个神卡枪，但是还是逃离我的手掌心了。这边还有一个吕布、无敌战神，我们等他一下。OK， 那我们的勇被抓到，我马上下来直接一个大招 ，bang 收掉对方的 HLC。那我这边持续的烧，我是三烧啊，兄弟们，我是三烧啊，别开玩笑啦，我这边全能武器都出来了。我再绕个背。OK， 这边看到对方的景以及狐狸，我这边直接二技能一技能直接开启大一技能追哦，寒冰制裁搭配我们的龙马直接收头。这一波会战呢，打的对方是蹦下卡拉卡，打的对方是这个头晕目眩，打的对方是跪地求饶，打的是我王者就要掏出来了。那这边好像真有点惨了，所以还是先拉掉好不好？还是先拉掉。这个已经来到了50-10的一个战机哦，这人头都给队友啊。那纳克呢，看似想要来抢这魔，我虽然想很残，但是我觉得要跟他比一波还是可以的。那这边直接展现了一个超不专业的制裁啊，没知道就拉掉。那记得莫托斯的大刀是不能指定野怪的哦，所以大家要稍微的有印象一点。那我这边拿红呢，可以让我们在二技能燃烧的时候呢，可以粘的比较好，粘好粘满，好不好？祝大家年年有余，年年开心。圈圈圆圆圈圈，甜甜甜甜甜甜的我，哦，哎呀 ，Timmy， 这个大招先留着，你等他准备要死，好，他已经开过大招，所以我们直接再把他围殴致死。OK， bye， see you guys。
那这边我们已经破塔了，所以我是觉得应该可以吃个凯撒之后，然后呢我们直接做一波凶猛凶猛的进攻，有多凶猛就有多凶猛啊，还有更凶的猛猛。猛猛站起来，猛猛，哎呦，这里有一只猛猛站，准备要站不起来了。哦，这个绕背，猛猛掰，哎，这个延迟大家有没有看到啊？哇哇，这个精美的延迟啊，我也是醉了，真的是心醉又心碎啊。哦，吕布无敌战神开起来，我这个三烧流啊！你们敢挡在我面前，我这个三烧流烧死你们啊，兄弟！但是我这里又爆拼了，关键时刻又爆拼了，别啊别啊，兄弟别啊！再给我一点网路吧，神啊神啊，救救我吧！再给我一点网路吧，让我直接等兵线，我在这里等，我会慢慢等慢慢等。大招直接开，但是淹死了，哇，我这里要死了！但提米宝贝还好救了我。OK， 那最后这场比赛拿下了这场胜利，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面咯 ，See you guys。